第五个是吧？来，今天抽第几个？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抽第五个，抽第五个，抽第五个，第五个看谁？留言第五个得一定赢啊！留言第五个得一定赢啊！第五个是谁？来，翕过来，第五个得一定赢啊！第五个得一定赢啊！来，第五个谁啊？第五个好莱坞吗？不是。来，一二三四五，第五个科技八，科技八，科技八还在，没有还在就没有了。科技八还在，科技八还在，啊、哦，科技八还在，没有还在就没有了。哦，真正是小帮手，大家在你讲几件呐、啊？在那之前就要把它弄好，每次都没有用好，真的是吼、哦，气掉也气落掉还。来，科技八还在。有没有？有你来帮我重新公开分享哈！来，一定赢送你，一定赢送你，来可以，来。自放大是吧？是谁又把它弄碎好了啦？很讨厌，一天到晚要把我弄。哦，小帮手，你以后再调我的设定，砍死你妈的！你老娘一天到晚调我设定干嘛？来，重新公开分享啊、哦！公开分享完，帮我打，帮我们打。老坑老料来了啊、哦！老坑老料来了。老坑老料啦，不好意思啦，哎、欸，卡底海关卡就过啦，老坑老料来了，来帮我打，重新公开分享，公开分享完帮我打，老坑老料来了，谢谢。哦，老坑老料来了，哦，老坑的老料来嘞，哈、哦。蒋老师要减肥，那个人家说把他封锁，哈、哦，那谁叫我减肥，我就把他封锁，哈、哦。来，重新公开分享，公开分享完帮我打，老坑老料来了，来接。啊、哦，也要啦，也要啦，开始要减肥了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普渡的泡面把它吃完了，所以没得吃了，死人减肥哈、哦。来，老坑老料来了，来重新公开分享哈、哦，重新公开分享，两分钟给你们哈、哦，两分钟给你们。嘿，老坑老料来了，要公开分享，没有公开分享一律不上哦，哈、哦，一律不上哦。那个柳咪咪咪咪姐不晓得在不在哈、哦，咪咪姐不晓得在不在，在了跟我讲一下嘿。如果她有在的话，跟我讲一下哈。老坑老料。哦，不是老，哦，不是老，哦，不是老，你是在老啥？哦，老汤啊，老会啊，老会弟，哦，来，两分钟，哦，重新公开分享，出来，哦，来，老坑老料来了，哦，今天老坑老料会场给他厉害哦，会场给他厉害哦，哦，想不想要？想要的打想要，想要的打想要，没有打想要就不给你哈、哦。啊，之后老坑老料，我们来福利标好了啊、哦，听一听，想一想，来福利标好了。啊、哦，老坑老料，来跟各位讲一下哈，跟各位讲一下哈，那个最近有一些东西叫做暴风雨前的临近哈，卖欧北来哈，嘿欧北来出代志哈，哦，不要乱来哈，那个全部都是这样，哦，来，哦，老坑老料来了，哦，暴风雨前的临近，唔通欧北来，会出事情的，哦，我跟你们各位讲，真的会出事情的，哦，啊，我女儿说的领带在那里面，帮我拿过来，谢谢，哦。来，我女儿的领带说在这里面呐、啊，来，可以来啊，没在永派哦，永派也避免哦。来，张简清芳在不在？啊、哦，我管你在不在，先截图。来，我、哦、老多老兄嘞，我女儿以为我的头很小哇、哦，用的那么小，我要怎么戴？哦，我这怎么跟人家勾住耶？哦，天哪！来，大家啊、哦，可以截图了啊、哦，老坑老料来了，来可以给截图了，来截图啊，底、哦、加底加，父亲节快乐啊，底加底加，截图截图啊。哦阿珍珍啊，老爸有带哦，不是没有带哦哈。阿珍你要乖哦，你没有乖的话，等下共他成功一拜哈。来，老坑老料来了，哦，老坑老料来了，哦，来，老坑老料来了，对，是的，老坑老料，哦，为什么最近会卡那么凶那么久？不是因为鬼月的关系，那是迄个阿强啊，无代无地，伫个迄个啥，伫个迄个叫做台湾海峡棒炮啊，哦，这放房间里面的、啊。那个在台湾海峡放炮啊，结果放炮啊去撩到水鬼，所以现在山西省洪灾哦，哀鸿遍野的洪哦，洪灾，山西省洪灾哦，上个月被底下放炮啊，扰乱水鬼啊，哎呦，搞啊，哦来，倒数十秒，倒数十秒，倒数十秒，哦，房多多你好哈、哦，倒数十秒，哎这科技吧哎，哦，有了你啊，哦呵，来倒数十秒啊。哦捷标线上面第一位，捷标线上面第一位哦，给他们的 K 笑，捷标线上第一位，来下那个捷，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捷，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捷标线啊、哦，
下节标线，节标线上第一位得黄金。好、哦，诅咒你忘记公开分享，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节标线上第一位是谁？秘鲁干啊，来看一下。那我们恭喜房多多赢到下口楼卡迄个秘鲁干啊！啊，秘鲁很在，秘鲁很在。诅咒你忘记公开分享，秘鲁很在，多说几个赞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吃字比较严重啊。那个陈佑凯，你那个吃字的事情，我目前还是无解，因为那个真的是脸书的工程的问题。那我这样目前无解，你请你用奶基本的，用奶基本的，好、哦，先下标哈、哦，来加，好，卖讲我对大家拜，包鬼，好、哦、来，嘿，来，老坑老料哈、哦，跟你讲哦，很厉害哦，很多给他厉害哦，要不要老坑老料？要的打要，要的打要，不要的就算了、哦、要不要老坑老料？要的打要、哦、要的打要、哦老坑老料，不是老坑老料吼、哦，你冷静吼，真好康，你看这個，我就知道你有在看直播抖音，有在人食物件啊？要不要老坑老料？要的打要，要的打要，刷一整排要啊、哦！来，今年第二批哦，以后还会不会有？我不晓得，我跟你讲句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啊、哦，因为一批一批不一样，今年第二批啊，因为第一批跟第二批是合在一起来啊、哦，所以今年算第二批，啊，你了解不？哦，来加老坑老料，要你就这个要。啊、哦，好多人要的是啊，来，有水无啦，冰种的啦，全部通通冰种冰胶料、哦、全部都是冰种的啊、哦，全部都是冰的。然后给你们各位看一下哦，羡慕一下哈、哦，就是喜欢给你们羡慕。来，有没有老料的喜欢呢？哈、哦，老料子就是这样哦，很厚，都放光，起银放光，五岁泡水，捧西球，你要继续留言，就把你封锁，你等一下会被脸书封锁，跟你讲啊、哦，它这个上面是一只不啊。哦、是一只不外奥德显微镜的，那几家？它上面是一只不外哈，湖光哦，瓜蝶连绵，然后上面你看哦，老六就这样，上面还有一个如意龙哦，这是龙如意哦，有没有看到？这老六就是这样，龙如意上面有个瓜，意思是瓜蝶连绵，一切如意啊、哦，瓜蝶连绵，一切如意。OK， 有劳你呼叫咪咪姐啊、哦，瓜蝶连绵，一切如意。来，人员起标，我的一刀一把没有话了啊。哦零元起标一刀一把，要得喊下去啊！零元起标一刀一把，要得喊下去哈、哦！你们喊了，我才开始量尺寸哈、哦，慢慢量哈、哦，全部都冰种以上的哈。来，长度 4.1， 长度 4.1， 宽度来到了 1.36， 136， 厚度的话来到 0.7 公分，你看看，老坑老料的喜安内了啊！来一把，不讲一把，很多个100啊、哦，很多100沙巴。永南哥你好，永南哥你好啊、哦！来300，目前300哈、哦，目前300哈、哦，来。目前300块，哈、哦，标多少是多少，哈、哦，无懂的拼无懂的，动回啊可以聊聊诶，哈、哦，来，目前300块，老坑老料，哈、哦，保证老坑老料，打不出老坑没有，那不是老坑的话随便你，目前368，目前368，啊、哦，目前368，350那些都来不及了，通通来不及了，通通来不及了，全部都是老坑老料哦，全部哦，老坑老料不料后边好小的哦，啊、哦，这东西很可怕。这东西很可怕的，你知道的啊、哦！这东西真的很可怕。Link 的米加利的质量，它的质感真的是超级强啊！不然阿北好小哎、哦、全部老坑老料啊、哦！来，目前499，目前499，目前499哈、哦、啊！没看到是吧？哪家？来，目前499哈、哦，目前499，来666，目前666，目前666哈、哦，目前666啊 ！B B B 啊 ！B B B 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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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目前666，目前666，来倒数十秒。哦，倒数十秒，哦，倒数十秒，它亏了，哦，来倒数十秒，哦，倒数十秒钟，哦，来，目前799，目前799，哈、哦，目前799，标多少是多少，哦，第一次消费我们送你鉴定书，哦，送你鉴定书，哦，来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下那个节标线，下那个夹标线、射护线，下那龟公节标线，来永南哥哥799，永南哥799很在。包鬼我秀还怕我秀，有便宜的打有便宜啊、哦！有没有发现全世界才小的人跟人本台而已啊、哦？有便宜打有便宜啊、哦！有便宜打有便宜啊、哦！五岁怕五岁，五秀还怕我秀，799来哦，799，有人哥啊，鉴、哦、定书我帮你出，打出来假货赔10倍啊、哦！打出来假货赔10倍哦，真的便宜是不是？五秀你啊，我跟你讲，后面这个大家要踢笑了哈。来给各位看 ，K 笑一下，来这个，拍谁啦？冰种的啦，老坑杨绿啦，
加冰种老坑洋绿，老料子就是老料子，看看题材哦，这冰种老坑洋绿五岁吧，五岁怕五岁粉贵哦，对啊，粉冬粉都比我贵了，您看看，所以叫粉贵啊，荤贵啊，你有看吧？啊，来这样老坑老料，这没有问题哈、哦，绿成这个样子，老坑老料哈、哦，这洋绿哦，这是一抹洋绿哦，这不是什么挖格绿哦。哦，这是一抹洋绿，这不是什么挖格无为为绿，这是洋绿哦，来给各位看一下哦，来上面是浮在眼前，你看哦，老坑老工就是不一样啊、哦，老工就是不一样，老的工法，你看这个蝙蝠雕的多可爱啊，而且它还是立体雕哦，它还是立体雕，雕起来侧面是个元宝的样子，老的工法才会这样哦，老的工法才会这样，下面是个福背，代表有钱的。绿，有钱的意思。这个实体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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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绿啊、哦，非常的绿啊、哦，来了，卖光我对大家卖啦，老坑老料八兔来，零元起标 ，OK， 要求刷起来，零元起标一刀两百，那没有话嘞啊，零元起标一刀两百啊，标多少是多少，标多少是多少，零元起标一刀两百啊，零元起标一刀两百啊，来，零元起标一刀我的两百，没有话嘞哈。你冷静哦，我就是不冷静的，怎样？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冷静这两个字，只有嬉笑两个字。无讲三百开枪啊！零元起标一刀两百啊！零元起标一刀两百哦，看看光源哈，安尼唔知会使无哈？看一下哈，我调一下光源嘿，因为我们这翡翠很吃光源。来，目前五百，这个老坑绿的哦，无阿伯好小，老坑绿的啊，老坑绿的啊，来，目前。啊，对，尺寸我拢量，吼、哦，好彩的啦，啊，安尼你尽量笑，呵，你领情，吼、哦，我都扣你薪水嘛的。来，目前 3.7 啊、哦，长度 3.7 宽度 2.2 公分，厚度来到了 0.， 最薄的地方 0.48 啊，厚一点的地方是 0.49 0.52 来 ，0.52 然、哦、后来，台币都是台币，通通是台币，来不及了，800块，788来不及了，目前800块啊，目前800块。真的很漂亮，你拿到的实物会比我镜头上还要再漂亮、哦、因为我是不调色的人、哦、台币计价全部都台币、哦、目前800块，标多少是多少，来倒数10秒回家、哦、来标多少是多少、哦、标多少是多少，人工见见微别挖这剩挖这洗挖这标多少是多少、哦、开始要疯狂了、哦、好久没有疯狂一下了啊、哦，来 BBB 啊，满绿的哦，全部满绿的哦 ，BBB， 来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结标线，下那个结标线啊、哦，下那个结标线啊、哦，下那个结标线啊、哦，来，目前多少？888，美俗姐黄美俗，包鬼啊，888，1078，你又在开始骂人了、啊，本西情，不应该在本西情开始骂人啊、哦，来包鬼，然后嘞，我跟各位讲啊。哦我跟各位讲，我就坏了，怎样啊、哦？那个就不是很想卖这个嘞啊、哦！来了，老料，哎，怎么说？老料，好了，过来了，没安怎？哦，来，老料888加一你，哦，来加这个属牛的可以哦，冰种牛哦，这叫做一分哎，老料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哦啊，然后荷包满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哦。平安无事、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看一下哦，这样子比较符合它的腺体、哦、比较符合它的腺体，通通冰种，不到冰种不用钱，阿呢五岁吧，五岁也怕五岁，五岁也怕五岁，这个是真的很冰啊，这很漂亮啊，哦，这个老的料子才会去做这种有寓意的东西，因为很奇，因为很简单，他们现在是料那科技是比较发达，可是人的。状态会比较那个，来刘成立贺哈，来牛、哦、你看这个牛，光那个眼神雕得漂亮哈、哦，这个眼神就真的漂得漂亮，你看一下这个嘴巴像要合不合的样子哦，金架喜老的料子才会配上老的雕工，为什么？因为简称老的雕工，简称老工哈、哦，来加哦，这一颗不好意思啦，紫罗兰春彩啦啊、哦，紫罗兰春彩啊，给、哦、一下大小颗，来长度 5.27。宽度 4.1 厚度来到了 0.8、哦、厚度来到 0.8 来一样零元起标一刀300、哦、零元起标一刀300、哦、非常的冰、哦、零元起标一刀300别我这剩我这洗我这、哦、
标多少是多少，算多少哈、哦。来，零元起标一刀三百，哈、哦，来，零元起标一刀三百，哈、哦，来，标多少是多少哈、哦，零元起标一刀三百。紫罗兰春仔，哈、哦，刘董出现了，我要找柳咪咪，哈、哦，来，零元起标一刀三百，没人理我就说起来，哈、哦，三百牛牛妹妹起上，来，三百块开枪，别话在剩话在是话在，哈、哦，别话在剩话在是话在，哈、哦，标多少是多少哈。哦来，目前三百，好多个三百，两个三百，三个三百，哦，你们三个人合在一起叫九百，是不？哦，来，目前三百块，咪咪姐在洗澡，没关系，我们等她咪咪洗完再出，嗯，还在怪怪，等咪咪姐洗完再出来，哦，来，来，目前三百块，目前三百块，啊、哦，目前三百块，目前三百块，目前三百，标的到都你的，啊、哦，我没有骗你哈、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牛，哦，属牛的可以做。做房地产的也可以做，因为四大木库牛它是属于土库哦，土库啦哦，来目前汤圆圆四百块，蛇银啊四百块啊、哦，目前汤圆圆四百块啊，四百块，我们本台都台币计价嘿，黄金龙一千啊、哦，黄金龙一千，我原本那个什么黄金龙一千啊，货、哦、收到的很漂亮，对啊，零点那个、啊，来倒数十秒。倒数十秒啊、哦，来，目前一千块啊、哦，目前一千块，这一颗是很漂亮哦 ，CP 值很好啊、哦，法三千 CC 尊子哦，呵，您刀尊子哦，我怎么破一下吧啊、哦，来 ，BBB 啊 ，BBB 啊 ，BBBBB 啊，黄金龙金龙哥一千块啊、哦，一千块，来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来。来，像1050，来贴乖，压秒要给人家谢明吉，不会是吉哥吧？吉哥哥您好，来1050，你自己再压自己的秒，1100块，我不论了。来，以你压秒最高价1050包鬼，然后再送你鉴定书哈、哦，我不管你要不要，就是送你啊、哦，送你鉴定书，假货赔十倍，假货赔十倍，来包鬼可以。来，哥来继续。我接下来我要来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哦，很可怕的东西。我要来一个九龙系列，要不要？要的打药，要的打药。九龙系列要的打药啊、哦，九龙系列还有龙牌系列啊、哦，龙牌这一批最后一批了，再下去基本上不太会有了。为什么不太会有？不是我不卖，是因为基本上料子都被我做的差不多了啊、哦。来，料子被我做的差不多了哈、哦，来。九龙系列要的打药，要的打药，要不要啊、哦？九龙系列这一批是最后一批啊，确、哦、定最后一批啊、哦，因为料拢无啊，料花这料料啊，村内料宅一个九龙出来，我啷感觉那乌龙谁得，所以就袂瘾来啊、哦。来，九龙系列最后一批，好、哦，最后一批，好、哦，来，接下来九龙系列最后一批，要你来，你来，来来你来，好、哦，来养龙两年，他撑你二十年，来第一尊，我们先来一个九龙玉帝。啊、哦，你有看过九龙玉帝吗？来，这个就是啊、哦，九龙玉帝五派不？五派怕五派啊、哦，九龙玉帝通通福利标，你冷静，我会怕。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后面两条八九哦，看这个龙雕的实在是给他很不错哦，雕的实在是给他很不错，灰绿的给他不错哦，这个龙雕的真的是好哦，看一下。哦，九龙玉帝，哦，这把欧北好小哈。玉帝他的九龙巡猎四方，哦，九龙玉帝五岁吧，五岁怕五岁，五岁怕五岁。你看这个龙的样子，真的是雕得很漂亮，有没有？有的打有，哦，五岁怕五岁，哦，给各位打个光看看，哦，打个光看看，来趴来，哦，全部透的，哦，全部透的。你上面看到黑点是尘埃，我们会把尘埃处理好之后再出去，哈、哦，对，九龙玉帝。九龙玉帝想要霸气组的哈、哦，霸气组的拢会使用这個哦、你要变成摆件也可以，变成挂件也可以，变成怎样都可以哈、哦。来，长度 4.7 啊、哦，宽度 3.9， 厚度来到了 1.2， 厚度来到 1.2 公分啊、哦。那个正不是那个芦苇，你不能让他知道啊、哦，不然的话他九龙又要抢光光。趁他不在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啊、哦。九龙玉帝，不看了，这个龙真的雕得北败了。咱讲正经话啦，哦，这龙雕的真的是没什么好挑剔的，哦，龙很简单，龙的眼睛、瞳孔、嘴巴，哦，安内德西啊，哦，这没有办法，哦，活灵活现，
我跟你们说，怎样，他的那个雕工的费用都要给我哈。你说料子我们自己处理，那就按来切去无所谓。你雕工一定要给我，这个很贵哦。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啊，人员起标一刀一千，有得标送你底座哈。来，人员起标一刀一千，没话嘞啊。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啊，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那个画一支笔行吗？这支笔挂了，孩子放这里干嘛啦？为难我是不是？来来，目前1599开车哈、哦，来1599哈、哦，来目前15991680哈、哦，九龙玉帝不多见哈、哦，不多见。哎，算了，这现在不要开光好了、哦、不要开灯光了，不是开光，靠我要攻杀回哦。来，不要开灯光哈、哦，这个这样子比较接近现实哈、哦，真的比较接近现实。九龙玉帝哦，来目前1688，目前168818802200，目前2200。标多少是多少哈？目前2200，2345，好，我给你给你2345，看你多高哈？来，目前2345，目前2345哈，标多少是多少？九龙系列最后一批了，没了，真的没了，不是我操嘴，是真样没来。好，来，目前2345哈，来，目前2345，来2345啊，九龙玉帝最后一组了，无啊，真样没，不是我操嘴，不爱做，是真样没聊。啊，那种料子如果很烂的料子，那做出来又不漂亮啊，工钱的囤在柜啊，清空我才不要哎、欸！哦，来倒数十秒哈、哦，目前我在2600，目前2600啊，目前2600，目前2600块，我等阿北下折标线线呢，你等下下截标线了，梁中哦，来目前2600块，目前2600块，目前2600，目前2600哦，来。目前2600，蛤蟆2600，来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下那个结标线，下那个射户线结标线啊、哦，下那个结标线，我的结标线跟会不一样，来结标线，来蛤蟆喊在，蛤蟆喊在2600，我不可能卖，为什么？因为我连雕工的钱都不够啊、哦，我连雕工的钱都不够，来这一颗如果要的话，本钱可以出哈、哦，麻烦帮我打3000块加一哈、哦，麻烦帮我打3000加1啊、哦，这颗如果要的话，3000加1啊、哦，金箔是吧？有才怪哈、哦，因为他的东西还没来哈、哦，来要的人打3000加1哈、哦，九龙玉帝哈、哦，要的人打3000加1，我就只有一尊没有了，我就只有一尊没有了哈、哦，我就只有一尊哈、哦，来恭喜阿嬷，为什么会变阿嬷？阿嬷是谁啊？蛤蟆啦，阿嬷，我又没有卖他，来要的3000加1，好，不好意思，雕工一定要给我，不给我不会出，好、哦，我是不会出的，好、哦，我是不会出的，好、哦，来，哎呦，雕工一定要给我啦，没有给我不能出啦，好、哦，来，接下来是一对妈祖婆，好、哦，他没带到手机是吧？咪咪姐在他旁，在你旁边是吧？好，咪咪姐喊在，如果他在的话，再帮我喊在，好、哦，九龙系列结束之后就开始处理他的事情，好、哦，来接。这一颗真的很难照出来哈、哦，这一颗其实是紫色的，它是紫底的九龙天后九龙妈祖婆，看一下它，哎呦，这颗妖呢哈，妖袭我，这颗玉妖哦，这颗玉妖哦，这颗会变色嘞，这得妖呢，你看它上下两个双龙抢珠哦，咪咪姐在是吧 ？OK， 来双龙抢珠哈、哦，九龙天后哦，九龙天后九龙系列的东西哦。咪咪姐在是不是？好，我等一下处理她的哈、哦，来加哦，九龙天后哦，它是紫色的，可是我的灯光这次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哦，它确定是紫色，你拿到新品，它确定是紫色哦，这颗是妖哦，而且很会变色的妖哦，九龙天后，而且它是朝天体，朝天体，妈祖婆来对官位最高的朝天体就是这一个哦，如果拿到的话，去那个各大庙宇给它过炉过一过，那玉妖就玉妖了，没位供。哦、看一下它的雕工、哦、看一下后面龙的雕工，你看、哦、它每一个雕工非常非常的细致、哦、非常非常的细致、哦、这一颗光雕工在外面就要好几千，只要雕工而已、哦啊、如果是加料子的话，外面就乱开价了。好了，没关系、哦、来这一颗零元起标一刀一千，没话了、哦、零元起标一刀一千、哦、零元起标一刀一千、哦，
零元起标，一刀1000块哦，确定是玉妖哦。迷雪说在，他在 ，OK， 没问题。龙脊爪他没雕出来哦，他龙没有雕出来哦，他龙的脊爪没有雕出来哈、哦，没有雕出来，确定没雕出来哈、哦。来，目前1078哦，1078哦，梁宏忠被带坏了哈、哦，目前1078，目前1078哈、哦，来。目前1500，目前1500哈，跟各位讲哈，他那个雕工的费用一定要给我，没给我外刷起来哈。来，目前2000，目前2000，这颗是真的很好，这颗玉妖，如果有幸得知的人是真的很好哈，它是它的能量真的很强哦，强到一个炸掉。来，目前3000哈，目前3000哈，天后哦，天后玉妖哈，这没有问题哦，这颗玉妖会很会变色，非常会变色，好多个3000哦。来，目前好多个3000，2266都来不及了哦。来，目前2278也来不及了哦。目前3000块哦，小兰姐3000，蛤蟆3000，好多个3000哦。来，目前3000块哦，这得你家3000块，你们有没有点？你们有没有点那个33883500？目前3500，目前3500哈，3500哦。来看一下长度6.8哦，宽度的话达到了4.0哦，厚度的话来到了1公分，搞新搞宅个搞聊没有问题。目前3500块，来倒数10秒，目前3500就只有一尊哦，玉妖的妈祖婆哦，天后就只有一尊，只有一尊，另外一尊我暗港底弯刀哈，我陪他把它 K 出来，不是变安怎哦？来，这一尊有一对啦，然后另外一个我把它暗港来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哦，下节标线，下节标线，我靠，两个人压秒，3678 3800，黄美淑拍过来，哦，养龙两连节标线，哦，养龙两连，哦，来，黄美淑拍过来，那没话讲，这不会谈共了，这没话讲，那怎么压秒压得那么厉害？来，美淑姐姐，哦，3878都没来不及了，哦，来，节标线上面第二位美淑姐，哦，来，美淑姐3800包鬼，哦，3800包鬼。不要问我赚多少，我说出来你会怕，因为我真的赚的不是很多、哦、来，接下来我要听到尖叫声。满绿五岁吧，满绿冰怒了，你这应该有到冰种了，可是我保守一点叫冰怒好不好？满绿，妈祖婆天后五岁吧，五岁怕五岁。满绿的妈祖婆天后有没有漂亮？有漂亮打有漂亮，有漂亮打有漂亮啊、哦，有漂亮打有漂亮啊。哦，五岁也怕五岁哦，满绿妈祖婆天后哦，九龙天后，满绿的哦，规台车哦，外面又是个几十万的存在，五岁无啦，规台车变变啦，车变变，安尼五岁无啦，五岁怕五岁，五岁怕五岁哦，看到后面两条龙真的是漂亮，这个真的没话讲哦，这雕工真的是非常的好哦。九龙系列最后一组，因为我没料了，没有料子了，所以不能 给你们多追加。来，几家，来，长度给各位看一下，长度来到了，对不起，长度来到了 6.6， 宽度来到了358，厚度来到了1.2公分，这个的确很漂亮，的确很漂亮，真的是有够水、哦、这一颗一样，那个工钱一定要给我哈、哦！来，零元起标，可是我这颗舍不得卖。好，一标1500哈、哦！来，零元起标，一刀1500啊、哦！要得喊下去啊、哦！零元起标，一刀1500，要得喊下去啊、哦！零元起标，一刀1500，要得喊下去啊、哦！来，零元起标，一刀1500，没话了啊、哦！零元起标，一刀1500块啊、哦！要得喊下去，来1588 1578啊！我有几百点，你说对了。来，目前1888，目前1688，哦，目前1688，哦，目前1688，我总觉得你们的数字都怪怪的，在挖坑给我跳。哦，来，目前1688，2000、3000，小兰姐3000，小兰姐3000，现主持3000，哦，小兰姐3000，哦，小兰姐姐3000，哈、哦，小兰姐3000，哈、哦，目前3000，2500那些都来不及喽。哈、哦，来，目前3000块，一尊而已，满绿的九龙天后，我就只有一尊没有了。满绿的哦，为什么只有一尊？是因为 old 一代了你啊，无啊哦。来，目前3100，目前3100块，3100过100，哈、哦，3100过100，派不别的拢恁兜的哈、哦。目前3100过100块，哈、哦，目前3100过100，哈、哦。来，目前3100，郑玲姐先的郑红哥
宪宏哥来不及了，哦，来，目前3100块，目前3100块，哎，这都老坑的哈，这波好小哈，这个没有乱讲话哈，这个全部都老坑的哈，来 ，B B B 啊 ，B B B 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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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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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倒数十秒，倒数十秒啊，目前3900，目前3900，目前3900块，哦，目前3900块，目前3900块，哦，目前3900块，哦，来。3900，正林姐姐3900，来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下那个节标线，下那个 gap 标线，下那个色户线，3900，正林3900，来正林姐喊在3900块包鬼，如果是假货赔10倍，3978来不及了，哦，来拍过来，那个压秒失败也要给人家。心服口服，哦，不能给人家和人乌龙蛇的，安尼了解无？哦，来，目前3900，我知道那个一律送鉴定书，哈，哦，来3978来不及的，往上3900，哈，哦，来3900包滚，所整排恭喜，哈，哦，这真正是捡漏，哦，捡漏，来九龙系列继续，这两颗拍谁哈？这两颗很厉害。过万的，啊，过万的，妥妥的过万的。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兵种？九龙关公有没有看到这个兵种？啊，我看这个兵的，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透度？啊，这透度够强了。哦，这个手电筒，阿家，哦，这个够度，透度够呛了。有没有看到这透度？五岁吧，五岁怕五岁，整体是兵种，这个打不出兵种，不用钱。有可能到高兵，有可能而已，我没把握，哦，有可能到高兵，可是我没把握，哦，来，水无啦，九龙关公啦，哦，九龙关公他几只爪咧？1、2、3、4，4爪，哦，九龙关公五岁泡五岁，哦，五兵爱泡五兵，哦，五兵爱泡五兵，你看一下后面，哦，后面这个，后面这个龙尾向上，还这个正面团龙，后面还一条龙，哦，这一颗，这一颗不要乱来，哦，这一颗真的是价值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外面要找到这种料子，它已经是三个一般翡翠的玉佩的三个料子来雕这一个，哦，来三倍料子，哦，来长度 7.5， 宽度叫做 4.3， 厚度叫做 125，哦，这个没标到都没关系，哦，没买到也没关系，我说正经话，哦，因为这个没话讲，这个料子光雕工的程度1、2、3、4、5，哦，之后前面就5、6层了，哦，他的刀九龙关公不带刀，因为九龙关公代表是权款啊 power， 你已经是掌权的帝格了，你还带刀，哪一个看过那个玉帝拿着刀剑的啊，哦？九龙就是帝格的意思，哦，来，人员起标一刀5000，没话了啊，人员起标一刀5000，要的喊下去啊，哦，人员起标。一刀5000卖花蕊，哈，不是玩臭嘴，不要在当秀，不是，而，啊，是真的成本就是在那边，哈，啊，也的的确这个料子真的是好，啊，如果不是好料才不要嘞。零元起标一刀5000，哈，如果没人标，我就收起来而已，不会怎样，哈，零元起标一刀5000，哈，怎样？要我放福利是吧？来50、50.0，你们这些有没有问题啊？啊，你们这些一定要这样欺负我是吧？啊，零元起标一刀5000。啊，不理我啊！已分享，哎，吴江你好哈，吴江你好，你元起标几多狗千鹤来二啦，不要说我为难大家了啊！这一个啊，这一个啊，我直接开直购价了哈，其实它5200块就有了哈，啊，来要的人5200块加一，要的5200加一哈，这颗料子要的5200加一啊，没有加一也没有关系哈，啊，来要的5200加一哈，这个九龙关公啊，九龙关公还有 Part Two 哦。要的5200加一，好，要的5200加一，来九龙关公还有 Part Two， 哦，这一颗等级比它更高，五岁吧，五岁也怕五岁，啊，哦，上面还是飘阳绿，哦，飘阳绿，后面还是紫底飘绿，啊，然后它还会走色，啊，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它会走色，你看走成这个样子，啊，有没有看到它还会走色，整体是兵种，兵种料子没有问题，啊，哦，兵种带春彩。整体兵种造型出来，这块有水无？有水怕有水，这块真正有够大块，有够大粒。有水怕有水，有水怕有水。这一颗九龙关公妖，你怎么知道它是妖？哎呦，被我训练到会看了哦！哈，哦，这一颗
九龙系列最后一颗啊、哦，来这一颗长度，你看八公分呢，8.28，828，宽度4.7，宽度4.7，厚度来到了1.2，这颗是真的很漂亮啊、哦，这颗真的很漂亮，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细工啊、哦，看来也幼钢哎，来看一下啊、哦，这个真是神禽树木，你看一下旁边这个龙真的是雕的漂亮。然后神韵什么一应俱全，这景象厉害啊、哦！这个真的有厉害到，哦，这个没话讲哦。啊，看一下它背面哦，哦，这个景象是有厉害的哦。你看一下它瞳孔，这家雕料景象我素耶，这龙真的雕的厉害啊！这龙真的很漂亮啊，玉妖就玉妖啊，它是蓝色、绿色、紫色，还有带到一点点黄色，飘来飘去哦。来这一颗一样，好了，别说我对大家歹啦，这个折扣价12000啦。别说我对大家歹啦，哦，刚刚那个没人买嘛，一样啦。零元起标一刀5000，哦，零元起标一刀5000，别话这剩话这是话这，哦，零元起标一刀5000，哦，零元起标一刀5000，拼不懂哎，你有办法5000块得标，那都是你的本事，哦，拼不懂哎，咱讲正经话，零元起标一刀5000，要的喊下去，哦，5000金贺康5000，好多个5000，来金贺康5000。喊下去，没人如果有办法一那个5000块得标，也是你的本事，我也就认了。哦，目前5000块，目前金贺康5000哦，李真心也5000，怎么那么多5000啊？目前好多个5000啊，目前好多个5000，目前好多个5000啊，来，目前好多个5000，这个没话讲，这个料子真的没话讲，这以前的这个都要过万的。就那破板的5001，我跟你那个01，我嘛无意见哈，5001哦，跟各位说，我不会为难你，我不会为难你哦啊，因为这一颗金价是五告税啦，哦，这颗金价是五告税，5001你自己恭喜你自己哦，庄又成的本息钱，5001自己，我靠，我第一眼看到他自己出5001自己打截标线，我被昏去啊，哦，我被昏去啊。哦，来5002，我跟你老发到5002，我嘛在你包鬼哈、哦，来哔哔哔啊，哔哔哔啊，哔哔哔哔哔，哦，来倒数10秒，哦，这一颗是真的很漂亮，这一颗真的是，这一颗哈、哦、还好放后面，如果它放最前面出来的话，另外一个九龙关公就不用玩了，哦，来这一颗还会变的，一个也变的，你放心，100%变好你看，变到你会惊，哦，来哔哔哔啊，哔哔哔啊，哔哔哔哔哔啊，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哦，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哦。从此之后，本台还要有九龙系列的，像这么好的质地的，我来讲，基本上几率逼近零。因为辽花这料啊，辽花这料，像啊，真的5002、哦、不会吧？5478，不要理你哦，来5002，来金贺康还在，金贺康还在。冷空我们来修个稿啊，5002，着实不到我成本，不过包鬼就这样，不要再说了，着实不到我成本啊，包鬼啊啊啊，麦克讲啊，来咪咪姐在不在？咪咪姐在不在？咪咪姐在不在？在的很在，来咪咪姐在不在？咪咪姐分期 OK 了，没有问题啊，啊分完期的时候就可以那个，分完期的话就可以那个。就可以把东西拿走啊、哦！来，咪咪姐在不在？咪咪姐很在啊、哦，大家都在。Nico Pump， 你出现了啊、哦！你出现太晚了，你老公的九龙都被我标光光了，送哦！来，这个，听我说，咪咪姐，这好大件，全部玉哦，紫如那个，这是金雕的山水摆件啊。哦我睡也怕我睡啊、哦！大家看啊、哦，因为咪咪姐她后台先点菜的，我一定要先让她讲啊、哦。我有两颗啊，她两颗都要，我很开心。不过这颗在外面一颗就卖了将近100万啊、哦！你得去我靠款弄点菜。来，这个10公分以上的啊、哦，来接多少位了啊？厚、哦、高度0.79，不更正，高度是7公分多。来，厚度的话来到了1.5，连同底座都做好了。来看一下。他也有在看是吧？哦，那可以玉妖，确定玉妖哦。金木水火土五行俱足，亭台楼阁，你看一下侧面的雕工，金匠高碎哦，连红翡撒金全部都出来哦。这个一件哦，这个全部都冰种的，哎、欸，怎么搞冰的呀？干冰种的摆件呢？本台很少出现冰种摆件，而且是全冰种。来，
怎样？这个都冰种的，没有问题啊、哦，妥妥都冰种。亭台楼阁，山水百件啊、哦，这个一件呢，12000块啊、哦，要的12000块自己加一，这是第一件啊、哦，这是第一件啊、哦，还有第二件，第二件在这，第二件看你的山是要像安尼啊，类似元宝一样的元宝山，还是像这个像个兽头赶快的兽头山，有水无啦？哦，这有够水的，夭壽！有没有看到？这水真正是，这水真正是水甲真正看啥物的啊！它这个雕工真的是雕的有够漂亮啦、啊！光这个工的细工，这没话讲，光这个工钱就花了我将近8000块哦！我没有乱讲话哦，来看一下哦啊！我们来这一颗，这一颗看一下，全部冰种，全冰种哦！尺寸报给各位。哦，尺寸报给各位，这个没话讲，这个五岁，咪咪姐啊，五岁怕只五岁，好唔好？你手机也未加十块，你可以请人家代言哈、哦。来，长度1.1啊，11公分呐、啊，11公分哈、哦，都快比我的大了。来，厚度77.5公分哦，7.5公分哦。来，宽度啦，高度7.5了。来，厚度的话0.38，最后地方0.79，最后地方0.79，两颗都是腰。这两颗都是腰，只是这一颗比刚刚这一颗还要再贵一点点，因为工钱的关系哦。这一颗比刚刚这一颗贵一点点啊、哦，两颗都腰，这个一个12000，有没有？两个都腰，两个都腰啊、哦，这一个12000，真的很好。如果你是在书房也好，办公室也好等等之类的，后面有个靠山是金价喜，探金啊探醉，而且重点是他们两个亭台楼阁出来，全部的水流全部都有出来啊，在、哦、醉弄出来哦。啊，通通都留，我咧要死我！来出单，两个通通都留，而且咪咪姐啊、哦，咪咪姐看货哦，安内了解了啊、哦。这个这两颗是真的很不错，两个都要，真的很厉害，真正是水。来五岁拍五岁，12000而已，有没有人相信啊？安内一折万二，另外一折几万啊？要出单要写那个、哦、要写金额哈、哦。这一颗10000啊。哦这颗10000啊、哦，这颗10000啊、哦，这个12000啊、哦，这个12000啊、哦，来五秀给泡五秀。这如果在其他直播台的话，他说扣啊18000块人民币加一，嘿，我算唔知哦，几工诶，好、哦、来可以，调好哦，哦，来再记一次哈、哦，这个带红翡的啊、哦、10000，啊另外一个11000啊、哦，因为体积料材的问题跟工钱问题啊、哦，大家可以。10000跟12000，哎，10000跟12000，哈、哦，私洽巧，没问题啊、哦，两个一起算，算咪咪姐一个15000，没有问题，两个叫做30000，哈、哦，私洽巧 ，OK， 没问题。看您到底为什么巧对，为我都没有意见，我都没有意见，哦，安内了解，哦，什么东西？没事哈、哦，来，接下来，养龙的计划，现在剩下的龙，剩下母嗨八丰满少白档，哈、哦，剩八颗，哦，剩八颗。来，养龙计划要开始了。来，还要不要龙？要的打要。我跟你讲哦，我的龙真的剩这边了，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我不是打到臭水公婆，是因为哈、哦、这批货，照理来讲上上礼拜就要来了，拢是迄个四阿强阿伯大伯子在台海那边打咧演习，一个拢乱七八糟，刷来无法都可以哦，刷来无法都可以出来哦。来，两个15000，你冷静哦。阿龙来了哦，要的打要哈、哦，要的打要哦。来玩兽队哦。没有啦，人家还付钱啦，靠腰啊，还玩兽嘞、哦、那私下再说，没关系啦，你的私下看货的时候再帮你敲风水、哦、我们好可怜哦，我们还要轻松完之后还要帮他敲风水。啊，不对，好搞在，伊不是住加拿大，伊若住加拿大，我唔就该飞过。哦，敢那机票钱都无够，哦，来回机票钱要8万呢，很贵。哦，来，阿龙来啊。所以九龙两颗，最后两颗没啦，来。这两颗，卖公我对大家拜，卖公我臭水，来五岁泡五岁，五岁泡五岁，养龙两年，撑你一辈子，哦，撑你20年呐、啊，哦，来全部结阳功，全部都结阳功。这个是九龙撒金花，九龙撒金花，简称金龙，哦，简称金龙，金龙啦、啊，金龙，不是我把你叫金龙哈、啊，你冷静哦，全部真的是漂亮哦，这个透度真的漂亮。来，我们这个是打黄光，如果一般的白光下面是这样哦。金价税，你拿到现货应该是像这样子、哦、真的是漂亮，有看到吗？霸气十足、哦、霸气十足啦，啊，那金价有税，哎、欸，卖维苏比好不好？维苏比倒可以啦哈。哦，来长度
6.4 哦，比养屁孩还值得你冷静哦。宽度你又没养过屁孩，宽度 4.2 来，厚度叫做1.2 哦，1.2公分来叠加，妥妥的料子的质量看得到哦，雕工也是看得到，雕工绝对看得到，这没有话讲，这不违抗供，雕工也看得到，这个真的没话讲哦。来，这一颗哦，有得标的话。有得标的话，好了，送架子吧。好、哦，来，这颗真的妥妥的很漂亮，真正是有水啦，没得你好笑啦。来啦，看就知影啦。因为咱们这手电啊，买无电啊，买无电啊。我们不是打强光的，来，什么叫打强光？圣七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完全买无电的手电啊。你那打强光是安怎？我们再像这啊、哦，好刺眼的强光出来，有无？都无讲啊，你就看不到它的轮廓了。哦，这个就是强光，这个就是一般弱光，安尼有看无？哦，弱光我为什么喜欢用弱光？因为你们才看得到轮廓。哦，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就可怜。零元起标一刀2000啊！哦，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哦，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哈、哦。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啊！比我这剩我这是我这2000块，你有办法得标都你家的。哦，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开车，本息请2000。哦，本息请2000哦，2087哦，什么物件？2087哦，来2087哦，目前2087哦，目前2087哦，标多少是多少，有办法中就中2088哦，马金2088，你们就不要等一下被他截标哦，来3000哦，龙哥3000，目前3000块，龙哥3000块哦，3000块。哦，不要啊！再剩我这是我这2888，来不及了。目前3000，目前3000，哦，目前3000块，目前3000块，真的很漂亮，我没有骗你哦。九龙系列最后一颗真的没有了，来3078哦，3078哦，3078哦，我那刚刚讲，你弄就该78了嘛的87页，为什么不是68呢？68我很开心，你知道吗？九龙观音出来了吗 ？Of course 还没哈、哦，来九龙观音还没来，目前3200，目前3200哈、哦，目前3200。来，目前3200块啊 ！B B B 啊 ！B B B 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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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哦，九龙观音还没来嘿！来，倒数十秒，哈、哦，倒数十秒，开车啊、哦！来，倒数十秒，开车啊、哦！来，倒数十秒，开车啊、哦！来，目前3200块，我想3200啊！目前3200 ，B B B 啊 ！B B B 啊！来，眼睛闭闭，不敢看，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眼睛闭闭，下节标线，不敢看，这也了解。我看我也错在我来下节标线，下节标线啊、哦，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下节标线，下射户线，下节标线啊、哦，来3200块，林宪宏林大哥3200块，3200块不是三支好算票，八鬼，哇、哦，我要唬你啊，这个才3200，会死人好不好？会死人好不好？来，接下来下一颗，这一颗大家注意看，这个腰哈，这颗真的是腰哈，九龙玉腰，确定九龙玉腰，这一波好小，这波欧北为共哦，这波欧北共的哈，本店这个虽然我们讲话真矮真矮，啊，不过我们讲话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哦，来九龙玉腰啊、哦，真的会变色的，真心不骗，真正变色的。哦，九龙玉腰，来看一个，给大儿子非常好。来，您大儿子真好哦。来，你看一下，这颗旁边这里哦，拍水不是尘埃哦，它是一点就一点而已黑。可是这个真的是九龙玉腰，你看一下哦，它颜色是真的会变哦。每一个全部都是冰种以上哦，起光哦，起钢啊、哦，爸爸没有到起钢啦，会放光啦，我说错了哦，会放光的料子。哦、全部都会、哦、你看一下是真的会变色，我不得了好小，这颗真的是玉腰、哦、感谢老爸今天、哦、有个好老爸、哦、来九龙玉腰、哦、九龙四爪玉腰直接黑屏，你冷静、哦、你们家的网络可能速度不够快，或是你们家附近有人在看 A 片之类的占了你的频宽、哦、叫你们老公不要再看骂片啊、哦、知道吧，18条龙了、哎、来加起没有起缸起那个放光而已，没有到起缸哦。来，谁敢封锁你？哦，我才不敢封锁阿庞呢。哦，等一下，她老公杀了我的店里面的错赛啊！哦，每天早上都要被他瞧哦。来接，真的很漂亮，确定九龙玉腰啊、哦，最近是腰了。
不是腰不用钱。来，长度七公分，长度七公分，宽度来到了三点九公分，厚度来到了1.1公分。哦，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啊，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啊，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块哦，来。听说明天有人要打羽毛球，我报名哈，来来整台来整哈，来确定九龙玉腰，没有人标最好，因为我自己还缺了九龙玉腰。好，来目前2222，目前2222，目前2222啊，目前2222啊，来目前2222，胖黑上胖胖 Nico 胖2200啊，来目前2222啊，来。来，肯定玩手玩手，哎，不要啦，这就肯定玩手，我也 KO 你啦。目前2666哦，确定预邀，你会发现它每天颜色都不一样。目前3333哦，文哥哥3333哦，文哥哥3333哦，金贝贝3333，我自己都没收到九龙预邀了，那恭喜恭喜在位，我自己都没收到了哦，这也是今天才刚来啊，来刚来吧，应该说昨天刚来，刚整理完，刚刚才看到，自己吓一跳哈、哦，来3366。目前3366、哦、目前3366打不出兵种不用钱、哦、有可能到高兵，可能而已，我没把握、哦、我认为他应该不到高兵，可是有的时候他们会打到高兵，嘿，我只能这样说、哦、来目前3388 3666、哦、3666来倒数十秒3666、哦、3666倒数十秒、哦、别话这钢琴爱好啊，哈，一点爱好啊，不好啊，比赛哦。目前3666，哦，目前3666，哦，3390来不及了，3390来不及了，哦，目前3666，来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哦，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300块而已，在很大步，6块钱黄金两，你还没抢物件，一根1万块都出你啊不？哦，来，我上啊，美苏姐3999，你就不愿意出到4000吗？哎，你说不准4000。啊，我喜欢他输4200，我给他3999啊。没胡啊，哦，没胡啊，你要用中几万块没胡啊？真正是没胡啊，哦，不是乱臭嘴哦。来，加3999，龟缸结标线，包滚哦。来，我九龙玉药我自己都没收到，开什么玩笑？攻三回来包滚嘿，啊、哦，然后呢？恭喜金伯，然后呢？继续哦，你以为？你以为我就只有接下来 这几条龙比较特别啊？我看一下哈、啊，这几条龙非常的特别，一定要稍微整理一下啊。没有整理不行，没有整理不行，一定要稍微整理一下。这几条龙很特别，非常的给它特别哦。这几条龙稍微整理一下，嘿，等我一下，嘿，阿内阿内阿内嘿丢阿内得丢，好来，接下来来啦，这得如果打不出高兵种的话，真的觉得 没什么天良哈、哦，这个世界没天良的。来这一颗来看一下。正面团龙、哦、正面团龙几爪四爪四爪团龙、哦、正面四爪团龙树叶团龙来接啊这个打不出高兵种是真的觉得没天良的、哦、这个可以看到后面的而且它厚度还那么厚、哦、这颗的的确确 CP 值很高 CP 值非常非常高你可以看到它的龙珠都放光了、哦、只差它没有掉七颗龙珠不然的话就变七龙珠不合钱、哦、来接啊、哦、来你看一下整个都是放光的，这个没有问题啦。这个如果打不出高兵种，是真的没有天良。来，确定高兵种，打不出高兵种，不用钱，好不好？确定高兵种，规矩跟他变格哦。后面一刀切，五岁怕五岁，五岁怕五岁。来看一下，五百有没有漂亮？有漂亮打有漂亮哈、哦。这一颗，这一颗，好了，哦，眼睛闭闭了，放放福利了。来，长度4.5，宽度也是4.1，好，宽度4.1。厚度的话来到了 8.9 最后地方了最后地方来到了这里龙头地方来到 0.95 哎呦刚好95至尊、欸哦、这个不好笑害你笑了你两讲你的笑点真的很低、哦、来加这一颗给你们看一下、哦、整个全部都放光这没话讲、哦、整个半更的、哦、确定放光料子、哦、眼睛闭闭宁愿起标一刀2000现在您标标多少剩多少是多少宁愿起标一刀2000哦，标多少是多少啊、哦？零元起标一刀2000啊、哦，零元起标一刀2000，眼睛要闭闭了啊、哦！零元起标一刀2000啊、哦，零元起标一刀2000，2222棒更哎，没错，确定棒更，棒棒棒的棒更，
来2222，确定半更哦，确定半更好、哦、来。2222，来确定放光总高兵了、啊，打不出高兵不用钱了、啊、哦，来目前2500，目前2500哈、哦，目前2500哈、哦，来目前25003333哈、哦，你们可以打10000上来啊，问问价格啊，对不对？不喜欢就可以过嘛，对吧？来来，目前多少？目前3333哈、哦，目前3333哈。哦目前3333哦，目前3333哦，来目前3333金贝贝3333哦，可不可以有个人打个10000块上来啊？10000，真的10000啊！来 H 大喊在 ，H 大喊在，来 H 大喊在，10000是吧？来这颗很贵哦，这颗很贵哦，3100块加一啊。哦3100块加一，这颗很贵。高兵3100块加一，看会细微。来，3100块加一，啊、哦，3100块加一，啊、哦，郑启文3100块加一了，哦，郑启文3100加一啊，哦，郑启文3100块加一啊，啊、哦，来，来，哦 ，H 大打了，拍谁？金贝贝没胡啊？哦，优先权是 H 大的，来，八滚，来，有秀无啦？有秀怕有秀啦？五秀也怕五秀啊，然后再来哦。弯刀的电脑听讲，搁家己自动休眠啊，我也希望哦。来，接下来哦，蔡依林一号，你先对啊，你先的啊，所以 H 大先的啊 ，H 大先的啊、哦。来，这一颗，这一颗哦，这一颗也是冰料，冰种料子哈、哦，冰种的料子五秀哈、哦，这颗也是冰种料子，蛮大颗的哦，冰种蓝水料哦，冰种蓝水料。欸，它不应该叫蓝水，它是带到一点蓝、哦、可是呢，它的料子是真的非常的好。来啦，有看无啦？有水无啦？足水足派啦、哦！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像哥吉拉？有没有？哦、很像哥吉拉。来，长度、长宽高量给大家哈、哦。来，长度 5.6， 长度 5.6。我跟你讲哦，一万块只是个手法。我说的手法是指说你们真的很喜欢打一万块上来，我真的不会为难你们。哦，来，宽度的话338。宽度338，绝对不是4.38。哦，来厚度的话121，厚度121，哦，厚度121，哦，五岁吧，冰胶料子，来几分钟，零元起标，一刀2000，没有话了，哦，零元起标一刀2000，要抽翡翠了你，好，我帮你准备，哦，帮你准备，等一下我再来疯狂一下，哦，这个抽这个，好，抽这个翡翠，好，就抽这一个，哦，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没有话了。哦，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哈、哦，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哈，目前没人插无啊哈，来，零元起标一刀2000哈，好，安尼没人插无，好，冰蛟龙哦，确定冰种以上哈、哦，没有人理我，好，没关系，没有关系哈、哦，没有关系，好，来，要拼大家来拼，别拼输人，哼，听好，这一颗要的人。要的人，哦，要改变啊！要的人，第一个打出来的我给他2222块钱。第一个打2222的我给他，啊、哦，没人理我，我就来乱卖，凶黑啊！我不要白白啊！来，第一个打2222的我给他，啊、哦，拼手速哦，啊、哦，不是手顺哈、哦，是手的速度哈、哦，拼手速哦，来。第一个打2222的，我给他4-2啊、哦！逆空判222，金箔222，谁先的？金那个金箔先的哈、哦，金箔先的哈、哦，来拍过来，金箔先的哈、哦，来金箔先的哈、哦，来金箔先的2222啊、哦，来八鬼，来金箔先的，来给各位看哈、哦，逆空判来不及了哦，金吉啊，金箔先的，黄美淑先的哈、哦，来。第二个来这一颗很贵哦，咖喱饼我加开啊啊，龟缸哦，来第一个打，我要给大家提示，第一个打2300块的我给他啊、哦，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我连标都不标了，我俩讲啊，我气小无高兴啊，来第一个打2300块的我给他啊、哦，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我加开啊，你唔知你啊、哦，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啊、哦，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这一颗介绍一下，两颗同一颗料子。结果这一颗还比较大一点，哦，这得它大的，哦，这得它大的，两颗同一颗料子，哦，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跟你讲句实话，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哦，来倒数10秒，没人理我就把它卸了，好、哦，来
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啊、哦，我起笑啊，我来讲，我今天来消未提，你等就知道我是安怎消未提啊。啊、哦，来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第一个打2300的我给他啊、哦，来 BBB 啊，没人理我，我就把他下下来啊、哦、，BBB 没有人理我，我就下下来啊、哦，来跟你拼了啊、哦，我刚我今我牙开啊，你唔知你啊、哦，来2300加来金贝贝正起纹八鬼啊、哦，来接下来这几个。哦，这一颗最好不要有人拿啊、哦，因为这一颗跟我自己收的那只老虎是同一颗料子哦，五岁无啦，腰啦哈，最后一颗腰没了啊、哦，最后一腰啊、哦，最后一颗腰哦，来这一颗冰种以上，确定冰种以上哦，确定冰种以上哦，来这一颗冰种以上的哦，来看一下五岁无啦啊。哦压起来，第二，没错，五岁了啊！边种以上，这颗料子非常的漂亮，全部放光，全部棒根，棒棒棒，棒嘎看沙阿弥达哦！来，长度高边种不敢讲，边种一定有。来，长度5公分哦，宽度的话3.55哦，厚度的话来到了1.35，有高有水有大地无哈？压开呀啦，袂爽啦，来啦！零元起标一刀，1000卖好了啊！来，零元起标一刀1000，要的喊下去。零元起标一刀一千，要得喊下去啊、哦！标多少是多少，无懂诶，拼无懂，拼无懂，拼无懂诶，哈，拼无懂诶，哈，拼无懂诶。来，零元起标一刀一千，1314，1314，你敢标着开车？哦，来，1314开车，来，1234，来，目前1314，哈，1234没付啊，啊，目前1680，1500来不及了，哇、哦，那我们庞小姐也会抢输人家，目前1618。2234齁、哦、来过来吧看我3234吧齁、哦、来200。庞小姐人家已经标到了 2234, 你给我写 200, 2000来不及了目前 2234, 目前 2234, 齁、哦、我不会再来一次哈 ,500, 庄右侧你可以让我们不要弄了啦 ,500, 齁、哦、1687, 你买了呢齁买单交啦我们是北七齁、哦、我们只是待了一点啦目前 2234, 齁、哦、来目前 2234, 齁、哦目前2234哈，2250哈，2250啊，2250，你少按两个零呐、啊，两个零叫做冷满扣，我会很开心哈、哦。来，目前2250，目前2250给阿凯外讲，这台嘛是腰哦，啊不过跟我那颗料子是同一颗料子哈、哦。来，目前2500块，目前2500，很多鞋2500块哦。来，倒数十秒，2500块，哦来。目前2800哦，2700的都来不及了哦。目前2800，阿庞啊2800哦，你考庞2800哦。这个办事可能是卢伟林伫边啊咧指导讲无达标的，今仔暗时要你困。来，目前2800块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什么潘娜加油，你前面下三回叫那个线。来，目前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标啊在剩我在洗我在看。了解吗？马上处理哈、哦，来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哦，下节标线。我靠，哇，压成这个样子，3000、2900、2878、2307，还拢没付啊？3000，来，黑乖，庞小姐3000，啊、哦，庞小姐3000。来，我们恭喜庞小姐，她姓哪个庞？你知道吗？降落的降改成走马边啊、哦，恭喜。降落小姐，爸爸，庞小姐不是降落了，恭喜庞小姐3000块包鬼啊、哦，包鬼可以来，刷整排赞，刷整排爱心啊、哦，庞小姐3000块包鬼啊、哦，来，接下来这几颗我不是很想卖，不过还是给各位看，因为照理来讲，商业的伦理来讲，出来一定要写给各位看一下，五爪龙，春彩五爪龙，不要再跟我讲看不到五爪了。数一次给你看，1234，摩海巴崩满啊！之后1234，1234，安尼会使无？是1234，哦，五爪，确定五爪龙，哦，确定五爪龙，哦，冰种五爪龙，哦，妥妥的冰五爪，冰五爪，另外哦，底下加来，妥妥的冰种五爪，哦。是个咧袂倒啊，是咧安呐，哎呦，倒一个安呐，来看一下妥妥的冰种五爪哈，哎、哦，俊伟你好，哼，黄俊伟你好哈、哦，来，你好你好哈、哦，来这边冰种五爪龙哈、哦，妥妥的冰五爪，五岁吧，妥妥揭阳功，五岁怕五岁，
有漂亮打有漂亮，有漂亮打有漂亮，这个五爪龙也卖啦，恭敬敬畏啊，确定五爪，而且巧雕龙珠还是绿色的哦，龙珠还是绿色，料子非常非常的好，料子非常非常好，确定老坑哦，确定老坑的料子，老坑飘花紫罗兰料子哦，我睡也怕我睡，五爪龙不常雕，不常雕，而且这个料子够大颗。哦，五爪龙为什么不常雕呢？因为通常要雕出它的霸气要厚搞料。哦，长度 5.5， 宽度叫做4公分。哦，厚度的话叫做 1.48， 叫做 1.48 公分。那个俊伟哥哥，哦，俊伟大大，俊伟大帅哥，哦，我会找时间去跟你拿。哦，应该是下礼拜我会跟你约时间。哦，不好意思，因为这礼拜客满了。哦，来，人员起标一刀5000。哦，我来恭敬你哦，我们后面好小威，这个你拿到东西你就知道为什么是5000以上的等级哈。人员起标几得5000哈，几得5000哈，五爪确定五爪，哦，五爪龙不多哈，雕的漂亮的也不多，我自己收了一个五爪黄金龙，我就没有再收五爪龙了啊。来，目前装釉成5000开枪啊，本丝千5000开枪啊，5000开枪哈，来，目前5000块。标多少是多少，你有办法5000得标都是你的，哦，我没有意见，哦，本台就是笑笑，哦，本台就是笑笑，哦，来，目前5000块，哦，目前我需要五爪龙哦，这个料子是真的很好，我没有骗你，真的是有够水的水料，只是它会不会变色呢？我不知道，哦，它会不会变色？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变色，哦，来，目前5000块，哦，5000块，标多少是多少，哦，标多少是多少，哦，来，目前5000哈，目前5000，你就不要被压秒压走哈。来，目前5000块哈，目前5000块，你就不要被压秒压走，被压走我可就不负责了哈。来，目前5000块，目前5000块哦，五爪龙的题材你等很久是吧？谁理你哈？哪个又我要求所以有人怕6500起来，金贝贝是不是有点变色？是啊，它会变色啊。他确定会变色啊啊，不然我为什么？他第一，他的料子是真的很好，又是老坑的料子。第二，他雕工真的很棒，他的雕工是真的揭阳工哦，真的揭阳工。第三，他真的会变色哦，所以我才会说哦，这个不能贱卖，因为我当初的成本是到的，是有告黑哀哈。来，目前6500块啊，目前6500块，眼睛闭闭啊，有办法就把它压过去。五爪地龙不多见，也不常见啊，哦，来。不是有点变色，是常常是已经在变色了哈。这走了宅来，目前6500块，目前6500块，来下那个节那个标，谁见贱卖啊？不卖怎样？可以吗？来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啊。文高6500，6500成本要给我吧？可不可以多个300叫6800，我很开心，就算要我亏钱你也来个吉利数字吧，好不好？来，要的6800+1，好不好？6800+1，要的6800+1啊，装釉成6800，本丝请6800，好，包鬼来出单，本丝请6800啊，本丝请大家到开工有没有五爪龙啊。不过呢，这个6800出去之后呢，他等一下会后悔。来听好，所有人米娜桑玉妖五爪龙最后一颗，就只有一颗没有了哦，除了我自己收的那一颗之外，真的没有了。来，这一颗比刚刚那颗还要大颗，还要漂亮，有水吧？有没有漂亮？哥吉拉、库斯拉在看着你，哦，基多拉也在看着你，哦，来，有水吧？五爪龙，哦，五爪龙有漂亮吗？有漂亮打有漂亮，有漂亮打有漂亮，哦，有漂亮打有漂亮，哦，这五爪龙的题材，这个前面四爪，后面一爪。勾着，哦，五爪龙题材，所以五爪龙题材不是我爱乱讲，但是它是真的是 好的料子。我可以接下垫子哎，那布爪没拉起来，没塞。哎，哦，出来了，颜色色水出来了，嘿，金甲它本体就长这副德性。哦，确定五爪，确定五爪，五爪含龙珠。哦，这一颗真的很漂亮。哦，这一颗真的很漂亮。哦，而且厚度非常的厚，比本丝你看一下。打光就透成这个样子了，比本西强他现在手上拿的那一颗还要好啊，哦！本西强当他的6800那一颗还要好，可是我要气死本西强啊，哦！我要气死本西强，但你的张华让他气死啊！来，长度 6.5 哦，宽度的话 4.3 厚度的话来到了
最后的地方，等一下不好量哈，最后地方 1.6， 最后的地方 1.6 哦，啊，平均厚度大概也有在 1.2、1.3 哦， 1.2、1.3 真的，听说你还藏一颗，对啊，在我店里面呢、啊，不给你看怎样？哦，来这一颗哦，非常的大颗，非常的大气哦，来一样，刚刚那一颗6800哦，这一颗里面想成本也知道超过6800，所以我打算呢，打第一个打出6888的我卖它。哦，第一个打出6888的，我卖它。你要挖出来，慢慢挖。哦，那挖会掉拢骨仔哩。哦